系浅水湾玩完水，我哋就梗系要去食野依土噶啦。由海滩行上去影湾园商场入面咧，就有一间主打东南亚菜式嘅人气餐厅。香辣轩分为室内同室外花园两个部分，室内楼底高，四周围有唔同嘅香料做装饰，而望远啲仲可以见到厨师即制烤饼同埋串烧。而超大嘅户外花园就可以享受海风，望住海景叹杯嘢饮，够晒超啊！讲翻嘢食方面啦，呢度最出名咧就系红咖喱荔枝烧鸭，微微嘅荔枝清香再配上港式烧鸭同埋红咖喱，喺呢度先有噶。夏天仲有呢款龙虾炸鸡拼盘，份量够晒几个朋友 share 啊！另外值得一试嘅就系呢个龙虾喇沙，师傅话系用咗16种嘅香料熬制而成，味道超浓郁啊！原隻波士顿龙虾真系啖啖肉，鲜甜口感真系一流啊！除咗龙虾之外咧，餐厅亦都有尝试一啲新嘅菜式，例如呢一款嘅 souvlaki 咧，就系希腊文里面嘅烧肉串烧，一层层嘅牛肉配上即叫即整嘅印度薄饼同埋青瓜乳酪酱，好好味啊！想饮嘢就梗系要有新鲜椰青啦，另外亦都可以试下新鲜水果茶同埋红酒 sangria， 两款都好 fresh， 啱晒夏天饮啊！一家大细嚟嘅话，餐厅仲会送一杯雪糕俾每位小朋友，记得要食埋先走啊！其实餐厅每个月都会推出一款特色刨冰，每款都爆多配料，睇个样就已经好吸引，入口即溶又透心凉，四个人分都够晒食啊！去浅水湾行翻转咧，就好似去咗个旅行咁啊！大家仲唔快啲过嚟行下？